西瓜，它在海边吗？有真的有一个豆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这个角度来讲，哇，哎，我真的吗？这个角度，而且我觉得大眼，他的陪睡小物是什么？来看，来，这什么？哎呀！是他的粉棒棒，不是吧？我们现在立刻突起女星 Vicha 来。中国的帕奎，西洋的也帕奎。前面如果有人，那要说救。今天到底是哪一个倒霉鬼遇到我？太惨了！遇到我这个色鬼，不然。就让我来指导黄龙。香。他的包脏了吧？叼他的内衣过去。这个黑猫白猫会偷命你的九色好猫，来，要侵入主人，要先了解他的猫。你看 ，Yuri 的猫啦。哇！Yuri， 他底盘很低，还很低。这是更低。太低了吧？我不能再不务正业，我不能一直玩猫，我要去好好的做正事。看一下它的水质。它的球衣啊，刚换过了。哦，乐天尤里，尤里，尔东城。喂，看看有没有臭一肥啊？哦，抓到了，哎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绑住。啊？怎么有气球？对啊，怎么好奇怪的？西瓜，它在海边吗？没有，舍不得叫醒它。前天我遇到一个男艺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能让我开心。这个男艺人。好像对我有点好感，只是我心中只浮现一句话，他好丑。为什么？他要剪自己的习惯。他好丑，好丑。对啊，是谁？问他，他没有想到。他里面没说啊。本人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我们重现睡眠经典画面，开。有真的有一个豆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这个角度来讲，哇，哎，我怎么真的吗？哇，而且我觉得大眼角度，这个角度，天哪，我的天，好想当那个泳圈，我要当那个泳圈，坐着聊也可以。
坐着聊一刻。哎呦，哦，当了美女，我曾经很希望一句话跟她讲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句好希望每天醒过来就是你。他们要争取，对呀，不能这样直接就。等一下，是一号而已。刚刚讲说带一个棒子睡觉，你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吸吗？他带不听课，来这里宣传棒球。对呀，他拿是吧？他棒球加西瓜只差海滩了。对呀，还有西瓜，这么喜欢玩游戏，在做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个我以前那个看太多了，然后我们家的窗户是超大片，就是整个墙都是窗户，对，然后我都会觉得。就是会有那个歹徒，就是用吸盘，然后吸上来，然后把那个窗户打开。啊，真的吗？所以我就要带着那个。哦，什么音效？你是因为那个才有安全感的，我要带着这样子，随时才可以反。所以要跟你交往，一定要赢过那一只棒子。没有，难度蛮高的哦。如牛啦，没有，没有保护他们也是啊。哦，啊，你说干嘛？怎么可能有人带这个东西睡？宪哥，我跟你说，因为呢，小时候你是趴睡啊。对，我很喜欢趴睡，然后以前趴睡就是会被我妈打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说不能趴睡，这样会影响到胸型。因为趴睡的话会还有脸型，还有睡着睡着就扁掉，扁掉。对，老外都是一定要一次趴睡，头型才漂亮，头型才会漂亮。真的，那胸型就没了耶。因为我们要就是要维持水滴型浑圆的胸型，那就在床挖两个洞。小时候又没有，小时候就平的，所以才要挖这个吗？把胸部放在中间，对，哦，是这样，就这样，就把它垫着。那这个里面一圈这么小，这样我们两个人进得去吗？为什么要两个人？不要不要。尤里竟然他睡觉会磨牙啊？真的吗？我也没有办法哎。哎，等一下，是谁告诉你？对啊，是若彤跟我说的。哦，吓一跳，吓一跳，对对对，是若彤，是若彤。其实若彤常常来我家借宿。OK。然后他都说，哎，你知道你昨天是做梦吗？你是梦到你在杀人？啊？我说没有啊。然后他就说，我的磨牙声音很像我的牙齿快要被我自己的牙齿磨断了。这么大力？你当时在磨什么？他就有录音给我听。哦，是哦。然后我就发现很激烈，原来我的磨牙声音是真的咬牙切齿的那一种，是蛮可怕的。女生会有睡伴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来我家睡啊，两个人聊天就睡着。男生会吗？不行啦，男生怎么？应该不会在家里一起出去旅行，是来一个睡沙发，一个睡床。可是他从国外回来了，没地方睡，那可能是哎住宿在我家可以了。客厅不要跟 kid 一起啊？怎么了？我们有一次玩很大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两个就睡一间。结果呢？对啊，我是从后面慢慢才进来。还没进来，一打开他已经全裸，他裸睡，对，天哪，喜欢裸睡，对，好怪，感觉就好像比大赢，你懂不懂？有没有什么床上趣事？啊，这样好了，我这样有没有人？没有被蒙啦，马上疯了。睡前，比如有睡伴的时候，会不会聊天？可以耶，可以聊天，因为那个时候聊的是最内心深处，对，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，然后会去聊，啊，比如我们假设啦，就没有啦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只睡一起，将来要生几个？干嘛？不是说没有吗？还没，为什么是没有假设吗？这就叫假设啦，设定的问题。要聊天，这个不是假设，没有办法实现，你也让我们意淫一下嘛。给你没有会就这个睡前的聊天很重要，那聊到两个人睡着，其实是睡伴最重要的功能。有一种是最浪漫，怎么样？你舍不得睡，你很累了，但是你硬要聊。对，因为睡着就看不到他了，就等不到了。看他先睡了，看他先睡，不能睡。哇，太棒了！有没有看？有真的期待，就醒过来就是你那种感觉。对，好吧，这是我们第一位，来，你的评价如何？第一名，对，哎呦，真的吗？目前第一一定是第一，颜值跟他的睡姿，而且我觉得第一名 OK。Q 第一名，大哥呢？大哥呢？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算漂亮，蛮可爱，又修啊，他夹的又很可爱，不太奇怪，是真的可以在第一名，夹的又不违。我也觉得第一名有点像是就是迷你版的郭书瑶。有点像迷你版，对啊，他是长高版吧？郭书瑶，他是长高版吧？长高哎，你是指哪个部位？别的地方迷你，小郭书瑶，你应该说别的部位吧？
姚家都已经拿这个在睡了，身材也厉害，那拿这个很厉害。而且我觉得这视角真的不错。那Nick，我觉得这够漂亮，第一名。第一名是好，大家共同第一名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后面有 Beauty 哦，是 Beauty 哦。